型炮班长此次实弹射击，既检验了我们前期的训练水平，又提高了我们各炮班之间的协同能力。此次是我们团在高原首次组织实弹射击，不仅克服了人员高寒缺氧、武器装备性能下降等问题，而且有效检验了高炮在高海拔条件下对空抗击能力。